小夏，我的水鬼里要装空调，要地砖，要赌金，还有狗大户能用，我也能用，还要更高级。收到新消息是兔子的欢迎，只需完成任务就可以带走海量奖励，包括可爱的小钱钱涂装、蓝星三长涂装、限定头像、666金币等等，都可免费获得。终极大奖则是这辆颜值与实力并存的金镶玉59式战车。接下来要仔细听，这可能是最全的活动攻略。车长可参与战斗积累通宝和预扣，集齐足够的通宝和预扣并可兑换奖励。除了金枪玉59，专属礼物箱奖励也不要错过。注意，拼手气的时刻到了，打开礼物箱，较概率直接开出金枪玉59等诸多礼物，更有机会解锁可爱的小钱钱动态头像。除此之外，箱子还将掉落联动专属表情，等待车长赛后使用。战斗结束后，尽情发送他们吧。战斗之余，看个电视放松一下。车长们还有机会获得电视机一台。最后还要提醒各位车长的是，在正式活动开始前，还将有限时令牌活动，可以解锁包括666金币、我全都要、蓝星三长涂装在内的奖励。心动不如行动，即刻登录坦克世界闪击站，我们在这里等你哦。